听说你要不要去有亮亮的地方玩？下面比较亮。啊，所以溜滑梯没有人啊。对啊，接下来有车可以啊。溜滑梯不能用。所以应该没有人呢。那边现在没人了，上面。哇！这儿童乐园居然能玩这个了吧？啊，那刚才也是同学。它会旋转。对啊。哎，你们过来玩一下，玩起来。对。要回来。要把翅膀转。它是啊。翅膀现在是不稳。哇，妈陪你玩呢。你跟他太小。哈哈，他只能这样啊，给他太大一下就扭到。有人要开车，等他们放好东西，我再跟你说 stop。米粉哦，然后也有，你往那边丢了，他是不管手的，你这边也要转啊。啊，人家要开车，哎，不用，他还在放东西。啊，等驾驶，哇，到车下了吗？等驾驶到他的座位，你就会跟你说了。不过他会发动他的车灯。发动他的车灯。Okay。发动车灯会亮，要这样讲。你发动他的车灯。请稍等，你先过来，让他开走。我们等他，请开车。好，谢谢我们，快开走了。好，那也要提给你喽。One, two, three。你自备灯吗？那你最好就噔噔，然后玩飞机。哇，你现在这么黑还能飞啊？是有点黑啦，但还看得到，因为有灯啊。哇，像那个相机的感光。哦，这个用这个。转进去了。对，相机的感光元件嘛，会。它就是杂讯，它杂讯。对啊，会有杂讯。但是还看得到。重吧，那你没有去新竹打过羽毛球？太难了，那个超嗨、欸，而且我们是在户外打、啊。那你们还打个屁？所以说打个屁。超嗨。怎么打根本就没办法吧？那个逆风的那一方根本就不用打了吧？我们根本就在乱打。打篮球就说可以，打羽毛球太難。我们都说打篮球球都会被吹走了。篮球都会被吹走，羽毛球就不用了，拿出来玩了吧？篮球都会被吹走，算了。好，有人，请稍等。哪里有人？没有啦，是他们玩足球的、羽毛球的，跟你没关系。风太大了，想吹到。风太大了。
要去亮的啊，你去那个有光的那边啊。阿丁，你带他去啊，薇薇，阿丁带你去亮的飞，去亮的玩。阿丁带你去，你跟阿丁去玩。你要飞什么？飞什么？升那种飞镖。好，我们到下面去。你是故意的，你在下蛋吗？它就在你的屁股正下方哈，你不要踩到哎、欸。今天请闭眼。剩三颗哦。还有五颗吧。五颗，所以你要闭眼了。